成都，一座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。如果你喜欢品尝美味的话，成都遍地的地道小吃不会让你失望。始于清代的蛋烘糕，藏在西门巷巷头的洋芋片，太古里排一个小时队的鸡蛋汉堡，以及被誉为青石桥三绝的传统小吃糖油果子、荞面、肥肠粉。上午的好时光从参观大熊猫基地开始，近距离看国宝熊猫的呆萌憨态。去三星堆博物馆参观古蜀国遗留下来的文物，一定要看看镇馆之宝大神树、金杖、青铜大力人像、青铜纵目面具等等，打破你的认知，这真的不是外星人留下的吗？如果天气晴好，就去参观乐山大佛吧，身临其境去感受不同角度的震撼之美。也可以去春熙路在 AX 下看熊猫的屁股，去大慈寺感受成都版的故宫红墙，去杜甫草堂寻觅那不散的诗魂，去锦里欣赏古城文化。成都人的慢生活全都融入了一杯盖碗茶里，所以去人民公园里的鹤鸣茶社喝一碗茶吧，闲坐看花，品味蓉城的人间烟火。来成都怎么能少得了正宗的川味火锅呢？麻辣相加，色香味全，一定让你吃到流连忘返。火锅吃完，去九眼桥桥台看看成都夜景，沿着灯光璀璨的桥岸散步消食，晚风温柔，夜景迷人。关于成都的这次微游学，我们体会到了成都独特的巴蜀文明的风采和令人向往的慢生活。